日前，台北101董事长霞永杰才因为老公以公司名义在台北101大楼点灯，遭到质疑公器私用。在今天又被周刊爆料，霞永杰疑似不当开除员工，还有他的政治背景由蓝转绿，以及防疫女神藏有私心等等，这让他实在忍不下去了，在脸书上开直播一一澄清，更一度讲到落泪。Fighting。讲着讲着哽咽红了眼眶，面对近期外界的许多质疑，台北101董事长霞永杰开直播不忍了，也落泪了。我一定要 honor 这十家企业，真的，因为在第一时间没有人相信我的时候，你们相信我。上回老公王兆杰以公司名义在101点灯支持中华队，还秀出德杰集团永杰同心的字样，被质疑公器私用，霞永杰还原时间轴澄清指控。今天不管输或者是赢，我们都要支持中华队，所以我们就压最后一天。今天就算是输了，我们还是可以加油啊！激动情绪还没平复，更有周刊爆料，在疫情期间，贾永杰募款捐救命神器，被封为防疫女神，背后却藏私心，借由做公益帮助女儿就学。我要冒着我自己生病，我会传染给我全家人的风险，我把机器推进了医院，只是为了我女儿要上大学吗？我女儿已经入学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？周刊连环报更指他疑似不当开除员工，让翟永杰不忍驳斥是恶意爆料，更直接说明这名员工的身份。他其实就是前任董事长的秘书，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呢，我们没有任何的瑕疵，一切都按照劳动部吗还是劳工局的这个规定。江永杰一口气反驳外界质疑，也在登上讨论焦点。记者郑浩报道。